在整个东瀛岛上，只有一家唯一的面包店。对，哦，那我们接下来跟你拜师，来学一下鸡光饼。好，那现在开始做。好，现在多四个徒弟，好有效率哦。鸡光饼啊，主要就是靠研发。哎，真的？以前那个戚继光，对，要去打仗，是打仗的话，一定要那个后勤，就是吃，吃的话，你如果去开火很麻烦，然后他就发明了鸡光饼，然后鸡光饼为什么中间有个洞？有个洞的话，就可以绳子穿线，穿线，背着嘛，去上战场打仗，肚子饿的时候就拉一个出来吃，拉一个吃。然后为什么要盐巴？因为盐巴放多的话，咸比较咸一点的话，是鸡光饼不容易坏掉，这样好保存。这样大概可以做多少克？大概可以做到200多颗。200颗，旁边这边一团已经发酵好了。这个是老蜜，哦，这是老蜜，跟老蜜一起。嗯，然后这是细砂糖，白砂。这苏打粉的话，一定要温水。温水，这个和要和多久？看它的那个软硬度。对，软硬度，对。我跟你讲，这种老师傅你都学不到，真的，因为你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不会跟你讲。这是细砂糖，白砂，一切都凭感觉的，是吗？有小苏打粉，对，你是凭感觉吗？那水是加多少呢？凭感觉。OK， 好，谢谢，好清楚。他就直接按了。这个和要和多久？凭感觉，主要软硬度。进来听到8次凭感觉。那个是看表情，这是看心情。好的。对，然后烤肉那边是看感觉。好的。大哥渐渐沉默，再也不说话。哎，我觉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？很喜欢。真的吗？哎，真的，你拍的节目特别好哎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，我真的有。你喜欢看吃吃喝喝是不是？因为对，讲一个笑话给他听。现在你都不拍了。对。我现在拍我们这个营业中啊。我不晓得你现在电视里面没出来啊？有，好啦。我们都到很多人都喜欢看莎莎，我们聊天的时候都聊莎莎。谢谢。我说莎莎哇，好会吃，好会吃，懂事。嗯，好会，很少这样形容。来，他说压扁一点。每个人把图片戳一个洞。哦，要来了。穿线。莎莎真的有一套。真的哦，就拍节目的话，这个去常常在做，真的。大哥，其实我们做的都一样。还山上还你都只夸奖他。不是啊，他真的手巧，比较灵巧。对面这个他也很厉害，他很会做菜。如果是我也是老板的话，我也是夸奖莎莎。谢谢老板。好，我们休息个10分钟，烤鸡冠饼。那我们休息10分钟可以去吃面包吗？可以啊，随便吃。随便吃哈。Yes， 我们很会吃哦。我只怕你不出吃啊，吃起来，吃起来，尽量吃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我们等待鸡光饼，来再吃个面包。大哥，莎莎有话跟你说。问题，他有，莎莎有问题。东引是一个岛，对。那我想问你，世界上最快乐的岛是什么岛？东引岛。不是。真的？为什么这边人没有压力？是。我把你推倒啊！把我推倒啊！还好，你把我推倒刚刚好。有回应，你不但不轻的，有回应。啊，发酵好了吗？快好了。你有在看时间吗？没有，它有味道，感觉。老板突然进去，我们需要问他干嘛吗？没有，他就看有没有发酵。他去。你看，我看到莎莎来，我卤都忘记开了。发酵箱都忘记开了，发信箱忘记开，所以刚刚白等了。你只是为了多跟他相处，再10分钟。他讲了把你推倒，你就整个乱掉了啦。傻眼。